我的体重是60公斤，现在测试一下它的承重效果。它的最高的高度是1.2米，现在下降，它的最低高度是73公分，非常的顺畅。我们把水倒满，然后升起桌面，下降桌面，水都不会溅出来，非常平稳。现在测试一下升降过程中的噪音，把它升起来，平均分贝36 dB， 属于安静级别。由于轻声交谈有利于睡眠。